都可以的，你习了得容易统一。Buddham Sharanam Gacchami Dharmam Sharanam Gacchami SanghamSharanam Gacchami Dutiyam Abhi Bhutam Sharanam Gacchami Dutiyam AbhiDharmam Sharanam Gacchami Dutiyam Abhi Sangham Sharanam Gacchami Tritiyam Abhi Bhutam Sharanam Gacchami Tritiyam Abhi Dharmam Sharanam Gacchami Tritiyam Abhi Sangham Sharanam Gacchami ShastaSambuddho Vidyaya Charanaya Sampanna Sugato Lokavitanuttara Purushtamya Sati Shasta Deva ManushyanamBuddho Bhagavan Shri Jin Shakya Muni Namaskaromi Pujayami Sharanam Chagachami所见不见就见面对这来临前你的见半的三界见对你的不外如愿能带进来这不来有心间能也三百路因之段见到外之中恩多摩恩德外群因果论果论顿所安世如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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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
那么接下来第十二个祭文，它是谈到说要断除这些相违或者说颠倒的这些部分。 所以祭文是牵缠狂贪贷，卖淫称氏族，多闻年少交病逝如怨贼。他得了呀，三那十，他同嘛的三那十就啥呢？就缺的拿了说吧，可能因为呢，他的心大了呀，钱没得吧，人也给那边他说的，闲下钱的。 这伢的吧，等这几个，等这几里啊，那三那四个啊嘞。其中呢，第一个谈到叫做“谦”，它也就是吝啬的意思，谦吝吝啬。这是指说呢，无论说是佛法也好，或者是这些财物也好，你都不想要分享给别人，不想给他人，而是自己留着使用，自己贪着而留着，这个就叫做谦吝。但有。 要的有就是就是啥呢？要的有可能就要是就是啥呢？啊，那让给捐，让给捐也不一定啊。捐捐把没有搞呢，就收头起来的了呀。那要的收头起来了，把没有搞的了要。就是就是啥呢？让了原点买不一定啊，原点原到那卡布起来的了呀。那就是要的是。 接着呢，这里谈到一个叫“谄”，一个叫“狂”。“谄”的意思呢，也就是隐藏、富藏自己的过失，就是自己有问题，把它藏起来，不让人知道。再来第二个“狂”的意思呢，是自己没有任何的功德，但是呢，装作装腔作势的显示自己有这些功德，这个叫“狂”。他原来是就啥呢？这来了，哦，这吃哇，嗯，他来了，我都晓得吧。 那再来一个呢是怠，那这里怠的意思呢就是指怠惰懈怠的意思。对嘞，他我别讲也是就是啥呢，他人也，嗯，是上辈子有点什么呗，嗯，刚才没把他故意来的东西，叔叔，还来不及什么什么。 这个呗，善看的，善别的，听着这个看见，俺那爹爹，他看的用的，这个他俺爹娃是都是俺的，俺爹，他娘个听着这些用的了是。再来一个呢，叫做慢。那这里的慢呢，是指一种，你清楚知道自己其实没有这样的任何的功德，没有这样的德恨，但是呢。 自以为，然后装着自己有这样子的这些功德的这种慢心态，叫一种增上慢，然后，一种傲慢心。装着给这个要么的，就当叔叔呗，叔叔他家在家他吧，但叔叔就因上不成的哦，他这就是因不着，他就叔叔看没这因什么东西。那王说这里并没有装着，而是你真的以为自己就是那么样的，有这样的功德。 다 차과 순두산에 에너지 치 심지에는 차와도
그러자 남게 심지에는 차바다 에너지 치 롱주에는 차바 근데 다들 차바 아 나 차바 난 이제 그렇게 되샤 난 세단 스주잖아 고다 공주 차로 이제 세단다 근데 다 직다 숙다 아니 퇴바 차와다 랑주 차와다 왕탄 차와라서 나 이제 그 가서 나게의 긴지 다 용대야 이제 용대가 어렵구나 나랑 퇴바 전부인 나랑 로브존 전부인 나랑 배 가서 다지 무릎 봐서 말하면 무릎 디자인지 프로페셔널 다 이제 가서 다 무릎 봐서 인사 말 人就是这个退吧当但出不一家我也退吧当选不一家我也退吧当其实人家出不一家我也退吧当再来呢还有一种 我们要断除的叫做贪心，这里说淫贪淫的心，那这是指说对于内的，就是有情众生的一种贪，还有对于外在的来说，就是对于这些事物啊、财物的一种贪着。那再来一个是嗔心，就是这种嗔心情绪的生气，嗔心。接着呢，后面谈到的都是各种的一种傲慢的情况，譬如说有的人觉得我自己是来自好的家庭或者世俗的一种。 自以为是的一种傲慢心，或者觉得自己学问很多，然后是多闻的，就像现在有的人觉得自己是某方面的这种，因为是专家或者是学者而觉得特别的傲慢，还有有的是以为因为自己的年轻年少骄而觉得傲慢等等，有各种的这种傲慢的一些情况。嗯，但多呢？ 人家给他军人打哪路去了呀？但是就是你让叔叔说，是什？嗯，轻轻轻这些的，就是通不起来。俺讲，他讲不是就是俺就下讲不是啊？就讲不着的了吧？讲不是就是啥呢？那下讲不是就是啥呢？个，说不过呢，别去，下一碰着了这个呗，休息也得不起，下一碰着休息也得不起。 家里差不能行，什么的呢？别就看书呀。囤了呀，安尼原点买不赢了呀，就军政到哪路就铺路解决，地边铺路地边看的个数据。他这就不用的个了吧？这里就是啥呢？他的那个价位稍微一米呢，安尼是鸡蛋军政到哪路的呢？我别俺爷吃的，要不嘛的是的，我有你煮的嘛，听不起来是。其实说说了呀，我有你煮的呀，安尼。 元旦当，安尼是，朴素炒吧，这个白当角白，角白减不赢的呀。大家讲呀，俺说俺做这，大家，咸蛋，人地起就是啥呢？俺说是桂白黄了点呢。 所以，云端的背景，肯定肯定，其他的都是瞌睡。那么就是我们现在跳舞马上聊不了的事。刚才上个手机，没得人的，刚才，他就刚才可能就是在酒吧，我到地主去，那里就是啥呢？啊，地主给，国宝的军政，我有你住的民军兵，直接用的下来，啊，国宝的军政个网给，要去我们边。 啊，解的是治疗，我们就是买不了，这种不行的。啊，呢，啊，真正解就是啥呢？现在真正解就是啥呢？啊，呢，老农用啊，这片都有名，就是。所以在这里总的来说，这里所形容的一种傲慢呢，其实就是，只是自己的给自己一些相似的一些原因，然后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就是自以为是、自以为了不起的这样的一种傲慢。 那么在藏文里面的这个词"傲慢"的词呢，它有一种胖的意思，就是一种虚胖。就好像我们身体的一个人，你胖的时候就觉得好像自己很有架势、很了不起。同样，
在心上来说，就是你给自己很多相似的原因，然后吹捧自己，把自己越吹越大，越鼓越大，好像觉得自己真的是那个样子，然后很傲慢，这是在藏文形容的这样一个词。所以总的来说，这里所形容这几种傲慢都是我们应该要断除的。那另外也提到，就算是的确自己有那么一些功德，然后也的确有这样的一些行持一些功德，但是也不应该轻易的就显露出这样子自己的这种傲慢，不应该表现出来。如果有时候这样表现出这种傲慢的时候，你就不容易跟人有建立起这样子良好的关系，所以这也是要注意的。但听着的很多点别确实就算不得到他们见了地当趁地当前面的话超过创建一个扎都不用不了但是呢那个时候他地当的年代毛个把钱红过来他那些个老师给我们那么意思的。所以以上呢这里就谈到了这十三种，这是我们应该要舍弃跟断除的东西。那么如果我们具有这十三种这里所形容这种烦恼也好情况也好的话，它可以说就是我们今生或者说来生最大的一个敌人，所以这是我们应该要舍弃要断除的。本来我们别人的两个人给我们给娘做了几下雨提高了。那这里讲到这种傲慢的时候呢，仿佛说他就有一些这种感觉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马西他们说这个就是不要给他他讲好了给他开吧那么接着我给他说开吧那么做他不要给这开吧我们自己这人肯定起来给他这个他坦白那么多人需要的这里就是他听说南北缺的南北南北三个北缺的怎么能显露宇宙他太不忙不了呀他心也不用个月饼就算了日雄的讲讲的孔子的讲讲明哲的明哲的这里啊确实就算了我的一个路水七星的那么说说的啊听众啊这些就算看些什么我那的那么的看心给有什么的不然给心给没事的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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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就像是我们看到在过去印度的这些祖师也好，或者说在藏地的这些过去祖师大德们，他们都有一种你可以说一种传承，也是一种文化，就是说他们会很谦虚的，会谦虚的这样一种习惯。那随着到了现代来讲，这个藏传佛教传到了全世界，那这些上师们老师们也到世界各地去讲法的时候，还是保留有这样的一种谦虚谦卑的一种习惯，因此他们都会很谦卑，所以很多外国弟子就会觉得说哦，他搞不好真的是不懂，他就说他不懂，他就还会以为他真的是不懂，而不知道说这是一种谦虚的一种习惯。那么也因此他们就弟子就会觉得这上师大爷真的是不懂，那我也不用去找他了。当然这喇嘛卡谢呀，这喇嘛卡谢什么呀，让卡谢卡谢来那边King Jones again, Korang, King Jones had a yam dias of child, and the Yaka Shingi Mess, Kanate Lavine, Numjur, the Subin, Numjur, the Liad, Shingi Yer, Nagan Shingi Meda, as in a sort of Maji, Kanaman, Lavarity, Lam de Lam, and the Chicket, my love, the imminent Subin, Numjur, the Zer, G. Tonda, Dodot, Shingi, Dondo, Numjur, the answer. That day, the Yondi Yare.对因为呢从大多多的呀听众家的嘛听众前给我的呢你他问的听众家的嘛的这样子扩边拿了的呀就告诉你我也给新给了金金钱还能看了嘛就告诉他吧就他告诉这个别这个独给家的啊说等这就没不起来我那是你他问的就这样的说说的呀原点刚刚怎么也比那样就他们这个
가서 자수에 남기베 추디 좀 이거를 든지 지금 두시에 당동이네야 지 연대당 에너지 상부 연대당 에너지 시제 시제 장기만 하고 여기 인도산에 다 담지라 이네 원법 매바서 초미시 인도시에 든지 다 송제 근데 긴경 자리 이네 긴경 정행 이네 닝타바는 막 긴경 제 로마 선이 이네 어 오늘 전에 지 라마 이제 저기 이제 가서 이제 상부 연대는 담바 호랑기 가서 연대 메스 사르자샤망 볼 라바 이비네 우유 니즈 호랑기 카차요 그여비 인도산에 어다 라만 디제기비 키즈 상송 연대데 근데 니제 이비네야 아니 에지 나게데 킹지메 어디 디베 야보레도 섬서 근데 제기 다 간다 라멘외네 직삼당당데도 로멘외네 문지제당데 카툰베이나 아니 킹경 제비네 고 뉴바지 아레스 아테 카마디신한테 로마 도에제다 라마 야가진 좀선아 로마 도산 라마디 가신게 요사마르 섬선으로지 텔레 나타 섬선으로 텔레 녜야 티간 신이 계셔시나 약사르 섬선으로 네지 태인 스르고다 텔레 인데 텐데지레라 다 야야 네네 디스타 所以这里讲到的这种谦虚呢，是你是要真的发自内心的谦虚才行。但有的时候会看到，有的一些老师、一些上师呢，他似乎太过于谦虚、太过于谦卑了，谦卑到你从他的肢体语言完全看不到说，虽然他嘴上说他不懂，但是你从他所有的肢体语言感觉到，反正他想说就是，其实他什么都懂，就是他有这样子的一种傲慢在心中。所以真正的一种谦虚是。 发自内心的，而不是说像内心里面还有一个那种傲慢的，像狮子藏在里面那样子，然后嘴上去讲着谦虚谦虚，并不是这样。所以，当我们是从上师老师的角度来说，你真的要谦虚的时候，会你会感觉到自己其实我有的学问，我有的知识，那只是大海中的那么一滴水而已。而自己有太多的无知，有太多的东西还可以去学，你会有一种这种不满足还要学习的这种心。 那从另外一方面，从弟子的角度来说，你也要了解到谦虚。对于上师老师的这种谦虚，其实就算老师他讲了一百遍、一千遍，他什么都不懂，但是你却可以看得到这样一位老师他的功德跟他的知识的这种丰富的时候，那你就会对于他的这种谦虚，你会更有一种深刻的了解。所以，当这样子的有这样子的上师谦虚的上师，再加上有这样子了解理解的弟子。 相聚在一起的时候，这时候这种谦虚、不傲慢、这种谦虚呢，他才会有用，才会有力量的。要不然的话，弟子不懂的情况，上师他自己在那谦虚，然后弟子觉得，哎，他真的什么都不懂，那还不如我自己爬上法座去上课算了，会有这样的心升起。啊，木头先生，这张全部的年纪，你们能听见这个？ 俺家里俺娘不带俺的，该出门路上的。老伯都，那，他这是啥呢？他也比就是这里。差不多年纪呗，我那阵呢，侧面不就有点个，侧面有点个啥啥的。看他不，身边的都都原来，叫我们的当电话通的，团圆的呗，就，得了呀呗，就另外一种，呗，开始呗，住呢。 这样个月比就是把这个叔叔人呢，那边卡萨提那种修的不着急，但等这几个看他过来啊，错了不着急，等这就安的要的，这中央的也比你就算，俺把做的呀，嗯，叔叔俺是不是因上等个，俺也个如果不全部去，懒得比呢，俺等这就身边个东西塞瓦当，待我住不了呀，那边就一边卡出来，面色松的，等这几个他。 俺那是没说那边的，要不能行，要不什么的，他这，啊，那老三这，哎，别，唐浪吧，要不能行了，人家这个，刚才一，俩，嗯，俺爷当，听这个办呢，人家就给他的，看我们这送的，但也比那样，什么还讲凶呢？面色松长，参参俺那俺那俺那这程度呗，参参，这。 就说说说，就什么的，听讲家的兄弟的，兄弟就说说说，弟子告诉我的，
被研究当下不说，你这说那些用的多，这里穷人也不认识嘛的，这里女生呢，俺就是，越南面的，什么什么姐妹呢，你也把当下就，对吧？这里就越杨大名字杨大去了后，大家那边叫俺把那啥子，他把这些铁棒团都送完了，就是对吧？这叫俺设备团都，那些电话视频你不看，电话视频你不点把人送来就好了吧？我到第一组去呢，要不要还想被熊占？